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的推动下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迅猛地向长江流域发展。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兴起。在枫树湾这个山村里，贫苦农民渴望组织起来进行斗争。他赵大婶儿，王大爷家，他赵大婶儿啊，哎，听说北伐军打到湖南来了，哎，说是过了湖南，快到武昌城了。牛娃子，赵大婶，艾姐，牛娃子，听说外乡都闹起来了。是啊，好多地方都搞起了农民会，闹腾起来了。我们枫树湾也该变变样了。嗯。是该变了。大家听着，团防局告示，为部告示，秋收已过，租谷备齐，近日送交，颗粒不欠，如有迟交、抗交、借端滋扰者，定送团防局严惩不贷。大家听见了吧？这是团防局汤团总的命令，谁要是拖三落四、调皮捣蛋，可别怪汤团总不讲情面。汤阁老用处告诉你们看看，这汤阁知不知道胡表现人吗？这我是没教，什么什么教啊？怎么办呢？我是没教的。如今呢，像吊着命过日子，又来了一道催命符啊！真是，阎王不嫌鬼瘦，鸡爪子上还有刮层油啊！哎，苗先生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苗先生，就给他来个明拖暗抗，干脆豁出去反了。对对，反了！哎呀，不行啊，不能蛮干呐！七年前，你赵大叔他们就是为了闹抗租，被汤暗痴打死在这老枫树下，你海山哥也给逼走了，剩下你赵大婶儿。这笔账总有一天要算的。牛阿子，牛阿子，你要找死！回去，回去！枫树湾就像一捆捆干柴，只要有一点火种，就会烧起通天大火呀！
哥。哎。陈庚哥，给。不不，你家的底子我还不知道。哎呀，拿着吧。不。给孩子熬点米汤喝。这。牛丸子。你给埃及留着。陈庚哥，你就拿着吧。哦，还有多余的粮食送人情，那好，交租吧。没有。哎，没有。吃什么？曾管家，拿来。这是，拿过来。去你妈的！你干什么？你们这些畜生！好小子，你敢骂人？来人，扎！给我提一锅封门。哎，砸了他们！走走。你走，放下呀！快点，上不强盗！啊，去！你们这些惨无人道的家伙，快把锅给我！埃及，把锅还我！好，给你，给！我跟你拼了！白带走，走走走！哎，抓起来！来人啊！哎，站住！住手！他们抓牛子了！葛大爹，他们要抓人！怎么回事？曾管家，你不要逼人太甚！你把人给我！什么？你们想抗租？看见没有？白纸黑字，大红冠印，谁敢反抗？哼！垫田交租，欠债还钱，这是自古以来的王法。不，这股王法要改了。你敢死告示？哼！别说一张小小团防局的告示，就是堂堂省长督军大人，都叫我们轰跑了。好，你等着，你等着，走，走。海参啊！海参哥，是海参，海参兄弟，海参兄弟，海参哥。青云，啊，海山阿子，何大爹，您好啊，海山兄弟，好啊，长庚哥，海山哥，这牛阿子，牛阿子，海山哥，海山呐，还没见到你娘吧？啊，大婶儿，大婶儿，不，我去告诉他啊，哎。海山。你就这么一把撕了，可不就一把撕了，不作数了。作不作数啊，还看我们大家敢不敢跟他斗。对，跟他干。我去放把火烧了他的谷仓，叫他吃老糠灰去。牛阿子，你烧了他的谷仓，可他们还有人呢，能烧得干净？熟一点是一点，大家都吃不成。这谷子本来就是我们做田人的，为什么要烧呢？是啊是啊，我们做田人。是啊，眼下大家正等着米下锅，我们可以把它夺回来吗？夺回来，夺回来！海山，海山，你娘来了。娘，海山儿子。娘子，娘，总算把你盼回来了。娘，你还记得这棵老枫树吗？娘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打你走后，跟你爹一起抗租的。都像你爹一样被打死在枫树下。这笔账一定要算。娘，汤汉吃的日子
扛不了了。海山在哪？海山，程三叔。三叔，高老，壮老。三叔，还在给汤家楼帮工啊？哎，一辈子做牛马。三叔啊，我们从前是牛马，现在要做人呐。这些年你到了些什么地方？原先在安源挖煤，后来到广州进了学堂。进了洋学堂？我进的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学堂，农民运动讲习所。都学了些什么呢？文的学，武的也学。就是学长，怎么搞农民运动？是办农民会的吧？是县里派你来的。哎，好，往后啊就全靠你了。哎，不做牛马，要做人得靠自己救自己。我们早就想把农会办起来跟汤汉池斗了，可是县党部农民部有人来过，说我们这情况特殊，条件不成熟，说汤汉池手里有团房，他儿子跟洋人有关系，怕通娄子。这里的情况我在县里都听说了，搞革命嘛，就是要跟土豪劣绅斗，这也怕那也怕，那还闹什么革命？这次县里派我来就是跟大家一块干。好，这回可有人领头的了。哎，海山大叔。莲妹子，汤汉池听说有人撕了告示，带着枪兵抓人来了。哦，海山，你是不是避一避啊？汤汉池这些年一直在打听你呢。他来得好，我等着他。你们两个先别跟他照面啊。好，走。告示谁撕的？这还要问吗？你什么人？不认得了？七年前你不是要斩草除根的吗？啊，赵海山。对。怎么要带人吗？误会，误会。向你相亲的有话好说。汤家楼备下两杯水酒，一来为你接风，二来请你赐教。请。汤家楼，改天一定去。今天当着乡亲父老的面，把你逼租的事说个清楚。请教，请教。如今国民革命政府实行三大政策扶助工农，你拥不拥护？这当然，当然。乡亲们一年四季，脸朝黄土背朝天，血汗泡出的五谷都让你们搜刮去了。害得种田人吃不上一顿饱饭，还闹得家破人亡。你说这样的告示该不该撕？该撕，撕得好。这个王法就是要改。赵海山，你别忘了你爹。忘不了。冯叔安被你汤家打死的何止我爹一个。我告诉你汤汉池，别翻出了黄历，你欠下的血债乡亲们饶不了你。乡亲们，现在四乡的农民运动都闹腾起来了，我们也要挺起腰杆来跟这些土豪劣绅斗。对对，跟他们吃斗。海山，这是件大事，能闹得成吗？长庚哥，我出去这几年也总在想这件事儿。我们做田人祖祖辈辈受尽了压迫，世世代代也有人造反，为什么总是闹不成呢？
后来到了广州农讲所，毛委员跟我们讲了许多革命道理。毛委员的话就像是黑夜里的明灯，把大家的心都照亮了。你们看，我们这个社会就跟这个宝塔一样，下面这一层是工人和农民，我们人最多，受压迫最重。压在我们头上的呢，是地主恶霸、土豪劣绅、贪官污吏、军阀。最上面的塔顶，就是帝国主义杨才东。解得透，说得好，解得透啊！这一汪二勺子的东西，为什么能骑在我们一大片下层人头上作威作福呢？人家靶子好呗。什么靶子好啊？我跟汤家楼大少奶奶不就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？那你说为什么？那是因为他们手里有枪杆子，衙门里抓着硬靶子。是这么个理儿啊？现在不同了，有了中国共产党，有毛委员给我们指路，只要大家抱成团跟他们斗，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就会翻塌个个。大少爷，大少爷回来的正好，老爷可等得着急呢。你还不知道，村子里已经闹起来了。赵海山一回来，全村的泥脚杆子都发了疯似的跟着跑。这股风刮到枫树湾来了。你怎么？你怎么不请北伐军的刘团长派兵来，把这股风压下去？爹，人家刘团长说了，共产党的工农运动厉害得很，要小心行事啊。那就让他闹下去。不，现在是暂时利用他们，早晚时局会变的。眼下怎么办？我已经跟洋行说好了，一手交股，一手交货，只要货一到手，就不怕穷鬼们造反了。好，连夜装船，快！快快！连妹子，给快告诉海山，今晚就有开船，汤将军亲自押运。好，赶快通知我们的人马上到这儿来集合，绝不能让这几船谷子运出去。好，对，走，不能让他们扣下去。海山哥，有位先生找你。海山同志，胡部长。这是县党部农民部胡部长。胡思雨部长。是呀，胡思雨胡部长。胡部长，哎，坐坐。海山同志，你一回来枫树湾就热闹起来了啊。情况怎么样？汤家楼正在连夜装船运谷子，
拿去跟洋行换枪。哦，这些土豪劣绅真是太可恶了，你们打算怎么办呢？我们准备把船扣留下来。好，乡亲们，封建地主不仅残酷剥削我们，还勾结帝国主义继续与革命为敌，这是不能容忍的。民以食为天嘛，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解决大家的民食问题。马生哥，谷子快收好了，怎么办？乡亲们，我们不能眼巴巴地等着土豪劣绅拿洋枪洋炮来打我们。唐家楼这几串谷子要坚决扣留下来，叫他换不成枪，所有谷子都分给乡亲们。大家赞成吗？赞成吗？好，带好家伙，准备行动。哎，好，我给你找大爷。叫，不要怕。好，打把枪了，那个叫啥？海山同志，汤家驹这个人各方面关系很多，背景复杂。是的，正说明土豪劣绅、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是共苦联当的，我们就是要揭他的老底，教育群众坚决跟他们斗。嗯，现在是两党合作时期，不能把关系搞僵了。嗯，他要搞阴谋诡计，我们能不跟他们斗争吗？他要是顽固到底，那就依法控诉。依法？依谁的法？我们就是要依革命的法。他要反对革命，我们农会就得治他。韩山哥，谷子已经装完了，就要开船了。好，马上动手。哎，走吧，海山同志。我看还是先礼后兵，把话说在前头，那就怪不得我们了。啊，好吧，王成刚，我先去了，你们随后就来。好。爹，我走了。好，快去快回。好。老爷，老爷，东乡的孙老爷赶来搭船了。你们在这儿等一等，汉池沟，汉池沟，不得了啊！东乡也闹起了农会，要搞什么清算。家驹，我要搭你的船去长沙避一避。你这撒手一走，田地房屋不都让这帮穷鬼清算呢？谁要敢动我一粒米一文钱，我死不瞑目。跑不是办法，抓枪杆子才是上策。东家，有人找你。谁？赵海山。啊，他来干什么？告诉他我不在家。是，就说不在家。慢，我去看看。啊，赵先生，多年不见呐。请问深夜到此有何贵干呢？跟你们借点谷子。哎呀，今年都在抗租，哪还有多余的往外借嘛。这么说你是不借了？不是不借，实在是力不从心。少爷，船老板在问这几串谷子什么时候开船。下去下去。哎，去。船老板在问。那你打算借多少？要是你个人嘛，那倒好办。
这几船谷子我们都借了。啊，来人，在砍断缆绳，开船。是。站住，唐汉池，你的谷子出到了汤家楼，只怕出不了枫树湾。看，乡亲们，有话好商量，有话好商量。下去，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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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。哎，乡亲们，深夜到此借粮，我知道这也是不得已呀。这样吧，汤家楼开仓济贫，见人勿生。不行，汤家楼不是慈善堂，我们也不是要饭的。告诉你，今天是枫树湾农民协会找你们借粮食来了。哎，好好好，劳工神圣，兄弟理当相助，仓里的谷子全部借给你们。三管家开仓。乡亲们，仓里的谷子我们借了，河县这几船谷子我们也借了。对，我们都借了。赵先生，我把话说明了，这河下的几船谷子是北伐军的军粮，任何人都不能动。真是北伐军粮，我们护送出境，要是假借名义从中捣鬼，全部没收。这儿有北伐军的公文，那还有假？我这料也有你的一份合同，这是长沙工人从洋行查出来的，写明新谷300弹，换步枪15支，上面有洋行老板和你汤家驹的签字。这就是你偷买军火，镇压工农，破坏北伐的罪证。把他船全部扣下来，把那谷子全部没收。对，全部没收。住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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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乡亲们，下河挑谷子去。走！不做二不休，我决心投奔北伐军。刘团长，啊，去投北伐军？我到了军队里，就不愁没有枪。好，那就快去吧。哎，谁？啊，程三儿，到哪儿去啊？下河去看看，要去报信儿吧？是啊，大少爷投革命军是件好事啊，也让乡亲们高兴高兴。程三，没想到我养活了你这么多年，今天居然吃里扒外。你养活了我？呸！
是我们这些长工佃户养活了你。我的东家老爷，我给你做了半辈子牛马，今天我要做人了。海山，我来吧。给。海山哥。莲妹子。农会都闹起来了，汤家楼我再也待不下去了。莲妹子，要是为了我们农会，为了所有的丫头大姐都跳出火坑，你能待得下去吗？我懂了。海山，汤家驹投北伐军去了，说到了军队里就不愁没有枪。哦，他们是不会死心的。海山，海山，这谷子真的归我了，快挑回去吧，给孩子做顿饱饭吃。哎，这回有活路了，有活路了。长庚哥，哎，汤家楼是不会甘心的，我们穷人要真正得到翻身，还要刀对刀枪对枪地跟他们干。哎，锁表亮堂堂，农友来无常。火烧得旺，铁锤响叮当。锁表亮堂堂，农友来武装。军威破敌胆，队伍多雄壮。农友来无常，洒碎旧世界，要靠手中枪。锁表亮堂堂，农友来无常，站住共产党，翻身求解放。直尝尝我们缩标的厉害。对，汤汉池这些天哪，成天躲在汤家楼，关起大门不敢露脸。我看呢，他算完了。哎，可不能小看呐，他手里有团房，他儿子又投北伐军去了。团房是土豪劣绅的枪杆子，团房不倒，汤汉池就倒不了。哎，要是团方一倒，就没有我们立足之地了。团座，你还是让我带点人回去把他除掉，以绝后患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你先把这些武器送回去再说。作为一个现代军人，应该懂得政治，在这一方面你们都要学蒋总司令。知时务者为俊杰嘛。报告，箱子定好了。把它搬出去。是。
刘船长真是深谋远虑，可钦可佩。刘团长是我多年旧交，别看他眼下穿着北伐军装，可跟共产党走的不是一条道。他们有何妙计？各位，先除掉赵海山。妙，妙。看来这条毒蛇要出动了。连妹子说，昨晚又偷偷运来一箱枪支弹药，显然是对付我们的。干脆把汤家楼这个蛇洞捅了。是要捅掉他，可是人家手里有几十支洋枪，又躲在汤家楼里，我们要打进去还得想点办法。单靠我们的力量是不够的，要跟东乡的自卫军联合起来才好对付他们。那就赶快跟东乡合计一下。好。海山叔，海山叔，你上哪儿去啊？去东乡。有情况吗？没有。站岗放哨的时候啊，把眼睛放尖着，有情况去报告农会。哎，走。孙马航，在，在。这儿可不是汤家楼，懂吗？懂，懂。大姐，放了我吧，咱们往日无冤，今日无仇啊。什么？你这一世喝的人血还少啊？今天我要先替东乡的穷人出出这口气。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这一拳是在那些长工佃户给的。哎呀，这一脚是在你的丫头大姐给的。救命啊！老钟喊，林妹子，你是怎么抓来的？他想趁天黑溜回东乡，半路上我就把他抓来了。有人看见没有？没有。孙马黄在。你到唐家楼干什么？我说，快说说。你不说我宰了你。说。我说这都是汤寒池出的主意。哼，他把我们叫到汤家楼商量如何吃掉自卫军。说。汤寒池说赵委员长很厉害，不先除掉他就很难下手。哎，要是我海山哥有个三长两短，哪怕是蹭破一块皮，我也要你的命。嘿，什么时候动手？说说。他知道赵委员长去东乡公干，准备在回来的路上。凶手去了没有？去多时了。同志们，抄家伙。怎么出什么事了？海山哥，你是怎么回来的？唐汉池要在路上向你下毒手啊。哦，县里发现了他们的阴谋，派人告诉我了，是老张他们护送我回来的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，事情全坏在你们身上。
那块金匾刻好了吗？刻好了。马上再给我准备一份厚礼，越快越好。哎，我要亲自到农会去。胡部长，嘿，上！这里的火药味很浓啊！啊，敌人在磨刀，我们也要磨刀啊！汤汉池已经动手杀人了。什么？昨天他们就想暗杀海山，真有其事？是孙马王亲口招认的。恶劣，恶劣，这事一定要清查。要是事实，由农民部通报全县。这定是没用。怎么？你们还要怎么办？程三同志，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。我早就和你们说了，你们成天舞刀弄枪，刺激了人家。我们也要好好检查检查。人家要杀我们，还是我们错了。胡部长，唐汉池世世代代骑在穷人头上作威作福啊，农民起来了他是不甘心的，他总想把农会消灭掉。我们刺激不刺激他都一个样。好好好，听说你们还要去联络打团房啊、嗯、这是极端错误的。海山哥呢？有人找他商量事情去了。汤汉池带着人送礼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家冷静点，我来处理。胡部长，我汤某是来向枫树湾农会请罪的。过去我为富不仁，对不起乡亲们。从今以后，我一定竭诚拥护革命，立志做个正身。哼。要做正身，可不能口是心非呀、啊。是的。这是捐赠给农会的，今年的租谷也免了，佃户押金全部退回。连押金都退了。这是一点表示，一来祝贺农民自卫军成立，二来向贵会赔礼。团防局呢？我是一心想把枪交了，可是全部人枪都在县党部的册子上，由不得我呀。所以我想请求让团防局和自卫军携手联防，共同维持地方治安，将功折罪。可以考虑。那就在自卫军成立大会上双方共同宣布，你看行吗？好，我以县党部农民部名义批准你们联防。胡部长，我想有关联防事宜到时务必请赵委员长来团防局商量一下，指点指点，可以吗？到时一定来。哼，好，兄弟告辞，各位父老，少陪了。胡部长，海山。
唐汉池这一套，我看又是个阴谋，我们要提防啊。嗨，不要疑心生暗鬼嘛。我看这里边就是有鬼。是啊，最近汤家楼连夜运枪，土豪猎神进进出出，昨天还要杀人，今天就跟我们联防，这不是怪事儿？人家不是愿意悔改，把什么都交出来了吗？你想，我们跟汤汉池能搞联防吗？他说联防是个骗局，想趁机把我们吃掉。他还要你去汤家楼商量呢，准没安好心。嗯。他想唱出鸿门宴，把我骗进汤家楼，好下毒手。你可别去啊，他想暗杀你，还没跟他算账呢。先别动他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汤家楼我还是要去。还要去？是的，我正愁没机会进汤家楼，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救汤下面。你是说趁机打进汤家楼，把团房端掉？对，就是要虎口拔牙。好，把他连锅端掉。说了半天，你们还是要闹事。告诉你，打团房是不允许的，团房不好可以改良。对反动政权和武装，只能用刀枪去改造。对，支部已经做了决议，团房非打不可。团房不倒，一切权力归农会，就是一句空话。海山同志，注意控制你自己的情绪。胡部长，事情是明摆着的，不是我们吃掉他，就是他把我们吃掉。上级明确指示，农民武装不能超出自卫的范围，不许有常规组织，不许用自卫军的名义，不许搞军事训练。如果你们擅自行动，农民部就要下令改组枫树湾农会。我到县委去找老方。最近国民党右派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，糟得很。我们党内也有些人跟在人家后边骂我们，这个不准那个不许，企图绑住农民的手脚。你看毛委员是怎么说的，他说我们的举动好得很，是革命先锋。革命是暴动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。胸中结
应是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，而不应限制它，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。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，那真是胆小鬼。对，只有地主豪绅看到害怕，我们共产党看到绝不害怕。三叔啊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，你听，只有土豪劣绅看了害怕，革命党绝不应该看了害怕。毛委员就是这样写的，这是吗？是啊，毛委员说的句句都是我们心里话呀。打团房的事儿上面也写的有吗？有啊，推翻地主武装，建立农民武装。县委要我们照毛委员说的做，农民武装必须建立，地主武装必须推翻，团防非打不可。好，那就干吧。海山，自卫军成立的告示写好了。三叔，大印呢？刻好了。三叔，往后这大印就由您来掌管了。我？嗯，我可是一个大字不识啊。三叔啊，您当了半辈子长工，您不掌印谁掌啊？三叔掌吧，我们信得过您。给。只要有我人在，就有大印在。三叔，盖印。哎，明天就让汤汉池尝尝我们印把子的厉害。梭镖两行行，农友来武装，杂碎就是解忧，要好手中枪哟。连长好早啊。行团总呢？啊，刚刚起床，正在更衣呢。告诉他我们来了。好。他不是要商量联防的事吗？请赵委员长多包涵，稍后片刻。李排长在。赵海山提前行动了，马上派人去叫大少爷的队伍跑步赶来。是。老爷，老爷，赵海山在催着呢。你先去，我就来。哎，李排长在，人都布置好了，都好了，再检查一遍，等大少爷一到就动手。是。赵委员长，团总马上就出来，叫他快点。赵委员长。失迎失迎，请到里面坐。请请。
请坐，请。这个会怎么开呀？你看呢？想听听赵委员长的高见。这是联访的条款，请先过目。这部作数应该由我们来制定。什么？联访嘛，应该先清点人枪。你们的人呢？都在这花名册上。团房的人一贯鱼肉乡民，胡作非为，谁去谁留应该由我们决定。赵委员长，联访是胡部长批准的。马上把人集合起来，我先清点一下人枪。好，管家，哎，你去把人集合起来。嗯，不许动。老兄弟，谁？别动。汤团总，管家去了半天了，人怎么还集合不起来呀？这都是废物，我亲自去集合。慢着，别装模作样了，你们的人不是都埋伏好了吗？还怎么集合？来人呐！司令，来人！司令，快走！押下去！你们等着吧，我儿子的队伍马上就到。让他回来给你收尸吧。走，走。上马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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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兵哥，给！给我！乡亲们，马上开会了。好，那我就马上。乡亲们，我们自卫军今天正式成立了。乡亲们，我们能够成立自卫军斗争汤汉池，是因为我们听了毛委员的话，手里有了枪杆子。大家要记住，只要天底下还有剥削阶级，我们绝不放下枪杆子。赵院长，汤家就带着人马来了。你们稍后开会，我去看看。汤副官，有何贵干呢？贵会自卫军成立，特来祝贺呀！好，欢迎北伐军。乡亲们，招呼客人呢。弟兄们，喝碗水吧，来，喝点水吧，别客气，喝吧。
汤副官，请到会场去吧。你们到底开什么会？成立大会和审判大会一块儿开。把犯人带上来。权力抓人，权力是大伙给的，是全县300000农民协会会员给的。你马上给我把人放了。恐怕乡亲们不答应。来人，是。躺下去，只要你敢开第一枪，就逃脱不了镇压工农、破坏北伐的罪责。我，我爹就是北伐军的家属。不，他是血债累累的土豪劣绅。贪婪吃那一年的团房捐，我只晚交了几天了。你就带着人找上门来，砍了我一刀，看。这老狗在哪儿啊？哎姐，你就对乡亲们说吧。汤汉池，你好狠毒啊！有伢子的爹，又交不起租，你就把他关进县衙门。活活的折磨死了，有伢子的妈也被你们逼得上了吊，剩下我和伢子祖孙俩到外乡淘米呀、啊，我哭啊哭啊，眼睛都哭瞎了。汤汉池，我要你赔我人命，你赔我两条人命啊！汤汉池，7年前，乡亲们闹抗租，你一口答应，租谷减半，捐税免收，可是他连夜从城里调来了枪兵啊，杀的杀，抓的抓，15个抗租的，一个也没有活下来。这就是海山他爹。方圆几十里被汤汉池杀的就有25条人命啊，真是太狠毒了。你这条老狗，我宰了你。打死他！打死他！血来还，李署长，宣判吧。
查烈身擦汗池，一向依仗权势欺压群众，草菅人命，先后杀害农民25人。大革命以来，又勾结帝国主义，偷运枪支，谋杀干部，破坏农运，实属十恶不赦。现经县特别法庭批准，公审之后，立即就地处决。三叔，改印。我抗议！我宣布这个判决不行。乡亲们，大家说有效没有？有效！就算我爹犯了什么罪，那也应该由我带回县府查办。用不着，我们自己办得了。今天人一定带走。我们不答应。答应也要带，不答应也要带。来了，举枪，快点，谁违抗命令，军法从师。别吼了，睁开眼睛看看。程三叔，盖印。哎，等等，海生同志，海山同志，现在国共两党关系非常紧张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，希望你们顾全大局，把人放了。放人？你问问大家能不能放？不能放，就是不能放，还让他骑在我们头上。仇海山，你煽动群众破坏两党关系，你要负责。破坏两党关系的是他们，对国民党右派的阴谋不坚决回击，还有什么两党关系可言？你们实在太过分了。过分？连这一点过分都没有，那还叫什么革命？三叔，盖印。得，让他们走。有话说。有。给我，给，走，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你又下天了！我们要抓紧枪杆子，跟他们斗下去。1927年，大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公开叛变革命。4月12日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。5月21日，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。
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。在革命的紧急关头，由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出卖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。弟兄们，蒋总司令已经在上海动手了，到处都动起来了，你们就放手干吧。杀！给我杀！就是山上的石头也要给我过三灯。我们对蒋介石、许克祥的大屠杀要坚决回击，唐家却早晚会来的，我们要和东湘联合起来跟他干。对，老方同志，海山同志，敌人大规模的侵湘已经开始了，为了保卫革命成果，我们要拿起武器坚决斗争。是，我们和老张已经合计好了，你来看，汤家驹要打枫树湾，就得走三斗冲，我们和东湘埋伏在两头的山口，等他一进冲就把他干掉。好，坚决打。好，同志们，县委已经撤出了县城，转入地下，以后我们要想办法取得联系，希望你们坚持斗争。怎么还没有动静？早该到了，是不是走漏了风声？有儿子，有，你去看看。好。哎，胡部长来了。海山同志，出了什么事儿了？海山同志，你们赶快往后撤。为什么？今天一早我接到上面的命令，为了避免整个政局纠纷，湖南问题要静候国民政府解决。你说什么？什么什么？还有，农民武装不得与国民党发生冲突，自卫军必须解散，枪支弹药都交给国民党。要我们缴械投降？这是谁的主张？海山同志，要顾全大局吗？大局？你们也不看一看，国民党反动派到处烧杀，多少阶级兄弟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，血流成河。对国民党的进攻，只有坚决回击，这就是革命大局。我们一支枪、一粒子弹也不交。这是总书记陈独秀的命令。不管是谁，要我们投降办不到，错误的东西绝不执行。对，叫了枪不就是叫了脑袋吗？谁要我叫枪，我就用枪子说话。是丁香。Thank you.
往那边山上跑，敌人追着他们打。走。海石安，赶快包扎！我们刚把队伍埋伏好，吴部长来了，下死命令要我们撤，结果我们一回村就被汤家驹包围了。好，只冲出我们这几个人，嘿，敌人上来了。把敌人压下去，打！报告，山上发现一支队伍，像是从枫树湾过来的。赵海山，我正要找你。王领导，有。你带一个排从侧面包抄过去，别让他给跑了。是，其余人给我往上打。太平哥，敌人从侧面摸过来了。顶住，往马上来。是，三叔，有望去告。哎，敌人包围我们了，你们带队伍向红凤岭撤，我掩护你们。海山，我来。执行命令，马上行动。是是。有啊，大有。上，给我上！抓住赵海山有赏，快，快点！汤家驹来了，我们要替受害的农友们报仇。
我不要紧，受一点伤，过两天就会好的。哎，长庚，都撤出来了，都撤出来了。看见没有，你们对敌人妥协投降，使我们的同志付出了多少血的代价。我们东乡的同志死的死，散的散，就是你这道命令害的。我老张，沈管家，哎，少爷，打听到没有，赵海山的自卫军到底在哪儿？没打听出来。嗯，哦，看样子总是在这附近的大山里。把山区给我严密封锁，抓不到他，我也要困死他。在这个紧急关头，毛委员一定会给我们指路的。只要找到县委老方，就会得到毛委员的指示。老张回东乡去了这么久，还没打听到县委的下落。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，就是一步一把刀，我也要找到县委，把毛委员的指示带回来。我们开个直播会，研究一下。三叔，我们山上的人都等着你回来。我一定完成支部交给我的任务。山下是一片白色恐怖，你要多加小心呐。放心吧，我走了。三叔，少爷，哈哈，三老官委员，如今可不是委员室泄露。你们的人呢？
闭着眼睛一个没有，睁开眼全是。哼，你们为什么不把枪交出来？这是你们陈总书记的命令。我不认识他。那国民政府的命令你听不听？他管不着我。少爷，他是管印的。没错，杀你爹就是我盖的印。那你把印交出来。印可不能交，杀你的时候我拿什么盖呀？抓回去枪。唐家军，我判决你。山下很久没人来了，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。汤家驹封山封得很严呢、那往后怎么办？哎，不好办哦，往后只怕连野菜都要吃光了。情况吗？一点动静都没有。程三叔去了那么久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怎么等得着急了？程三叔一定会把毛委员的指示带回来的。我们要坚持啊，更艰苦的斗争还在后头呢。哎，唱歌唱歌。长庚哥，吃点东西吧。长庚哥，吃吧，过两天山下就会送粮食上来的。莲妹子，别难过，我们在红枫岭上不受地主老财的欺压，就是一日三餐凉水当饭，我也心甘情愿。爹，哎，狗伢子，哎，来，我来吧。哎，路不好走吧？是啊，这路上不好走啊。大爹，您来了。海山伢子，山下封锁很严，我绕了个大圈才上山，哪知道还是碰上了白狗子，拼命打枪，差点没叫他抓去。大爹，您辛苦了。没什么。大爹，大爹，大爹，你先当爹，大爹，坐，快坐，乡亲们都指望你们打回去啊！大爹，家里人怎么样？我和你娘又暗地里把大家拉在一起，现在四乡的秘密农会又建立起来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我们山上山下配合斗争。哎，这些日子，汤家驹成天搜粮食，能吃的都叫抢光了，这几个南瓜。这点盐
是大家凑起来的。哎呀，不容易啊！乡亲们多么关心我们呐！哎，只要你们能坚持下去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大爹，程三叔捎信儿回来没有？没有。不知道他找到什么地方去了。这是汤家驹写给赵委员长和胡部长的。汤家驹说，你们上山以后想必是弹尽粮绝，再继续抵抗已经毫无意义。胡腾，叫他来试试。信上还说什么？你等如果放下武器，可以既往不咎。哼，海山先生可任命为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，司仪先生可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政府工作，其他人等尽可安居乐业。胡说！汤家驹能让我们安居乐业？望春同志，我看有些问题是可以考虑的。考虑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利用它来保存我们的力量。目前形势很糟糕，程三一去不回来，说明组织是不存在了。山上越来越困难，再拖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啊。就是死也要咬他一口，干脆跟他拼了。对，跟他拼了。这都没有用，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暂时答应他们的条件，将来从头做起。依你这么说，革命完了？事实证明，使用暴力是没有出路的。如果当初不是舞刀弄枪刺激人家，而是照上头的指示办，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恶果。不对，革命遭到失败，正是你们妥协投降的结果。放弃暴力就是放弃革命，就是取消革命。怎么是取消革命？现在的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，当然应由资产阶级领导。革命的成功也是资产阶级的胜利。无产阶级只有等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了，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。这就是你们投降主义的理论，完全是骗人的鬼话。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走狗，是为他们服务的。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、政治上害着软骨病，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取得胜利。借口中国资本主义不发展，反对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，把民主革命的果实拱手送给资产阶级，这是对革命的背叛、出卖。泰山同志，革命已经失败了，现在是要冷静地考虑革命前途的时候了，何去何从？问题已经迫到眼前了。革命是失败了，但革命的前途绝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一团漆黑。我们坚决相信毛委员会给我们指出革命的道路，一定会把革命引向胜利。对，我们听毛委员的，我们一定会胜利。
泰山哥、长庚哥又晕过去了。长庚，长庚，长庚哥，我的枪。山哥，程三叔能找到县委吗？能，他会把毛委员的指示带回来的。毛委员知道我们枫树湾的事吗？知道，毛委员会知道的。毛委员最了解我们穷苦人，最关心我们穷苦人，在紧要的关头总是给我们指明方向，把我们引导到胜利的大道上。记得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，毛委员教我们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，为我们指出革命的道路。每次当我值夜班的时候，总是看见毛委员房里的灯光很晚很晚还在亮着，毛委员好像不知疲劳的工作。我远远地望着毛委员窗口的灯光，一直到吹起床号，灯光还是亮着。毛委员就是这样日日夜夜为中国革命操劳，好像天上的太阳，永远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。
县委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在南乡找到的。老方有什么话？你先看看。同志们，最近期间，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，毛委员回到湖南来了。毛委员这次回湖南，是亲自领导湘赣边界的工农武装举行秋收暴动。秋收暴动？对，打国民党，打蒋介石。打国民党！打蒋介石！打国民党！打蒋介石！毛委员还说了，枪杆子里面戳政权，我们要紧握枪杆子，坚持武装斗争。走，快走，放手。赵营长，他要下山去找汤将军谈判。什么？不不，我这是代表党在实施陈总书记的主张。你代表不了党。毛委员在党中央的紧急会议上彻底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，陈独秀的职务已经撤销了。同志们，县委说我们要和全县农军一起参加毛委员领导的秋收暴动，我们的任务是拿下枫树湾。对，好，上场。好，我们和东乡合计好了，东乡自卫军先打响，汤家驹一定会去增援，我们就趁机拿下汤家楼，等汤家驹回来营救，我们就在路上把他吃掉。好，东乡打响了，快！东乡打起来了，洪峰，您有动静没有？没有。穷鬼们还想造反，严密监视洪峰，您叫队伍马上集合，跑步去东乡。是。手谕啊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啊啊，哎呀哎呀，快撤回唐家楼。是，别走了，快回来。
来得及盖印呢，他就完了。老方同志，同志们，老方，老方同志，老方同志，你好啊，你好，同志们，祝贺你们。你们答得很好，台上同志，县委决定你们要和全县的农民武装会合，跟着毛委员去迎接新的战斗。哎呀，毛委员，迎接新的战斗，太好了！同志们，马上集合，准备出发。我走了。哎，去吧，照着毛委员指的路一直走下去。哎。